我们给大家拜年了。伴随着国中温暖的阳光，伴随着我们的欢声笑语，虎年悄悄地走过。在奥斯汀飘着春风的冬日里，在我们大家满怀美好的期盼中，兔年欢快地跑来。此刻我们相聚在这里，我们一起来享受耶和华上帝对我们的恩典，享受在这恩典中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曾经经历过并仍然在经历着各种或高或低的波折，或大或小的挑战。我们都忧伤过，悲愁过，更喜乐过，满足过。因着神的恩典，我们都走过来了，也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充满信心地面对将来，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说得太好了，神的恩典够我们每一个人用。在这欢乐的时刻，我们的心不单单是感受到了春节的气氛，我们更感受到神的爱中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温暖。让我们展开心扉，展开歌喉，一起欢度我们的春节，也一起歌颂赞美我们伟大的神。2011年优绩公益团契新春联欢晚会现在开始。Thank you.
周敏啊。